系啊，所以今次我哋精选咗六大院线同埋五间戏院嘅优惠俾大家。冇错，冇讲咁多，即刻。耶！中意睇港产片朋友一定要嚟依一间啦。点解嘅？因为而家有个优惠，就系30蚊就睇到套戏啦。有几多套啊？有成50套咁多噶，仲有你最中意嗰套十二夜添。正喎！挑战者一号同埋两集嘅蜘蛛侠嘅 D Boss 版都系50蚊咋。咁抵 D Boss 喎。系啊。咁我哋今日成日留喺戏院咪得咯。当然要啦。行啦，走啦，走啦。点啊？戴翻个口罩先入场啦！哎，系喎，记住而家睇戏啊都要戴口罩噶。除咗可以30蚊重温 DCP 修复版嘅十二夜之外，更加有多达50套经典港产片俾你选择啊！例如《夏日的摸摸茶》、《东京攻略》同埋《风云雄霸天下》等等嘅经典电影。而钟情科幻片嘅朋友咧，绝对唔可以错过以下优惠啊！而家只要50蚊咧，就可以重温到 D Boss 版本嘅《挑战者一号》、《蜘蛛侠：强势回归》同埋《蜘蛛侠：决战千里》等电影啊！够晒刺激啊！如果想看最新电影的观众都有优惠的，现在只要150蚊就可以买到3张 2D 戏飞，还有1张6折的炮谷券和一份迷你炮谷。优惠期就直至11月30日。英皇戏院旗下的院线全部做紧半价优惠啊，连贵宾影院和 IMAX 都是，小息都是的。在屋企附近嗰间戏院啊，33蚊就有交易添啊。喂，真心怼喎，不过暂时优惠咧，净去到月尾，大家唔好错过啦。而 MCL 的戏飞全线都是60蚊咋，长沙人店咧仍然维持45蚊。而新宝和总统戏院全日票价只是60蚊咋，海岛戏院仲平到30蚊添。只要是百老汇院线的会员咧，就有半价优惠噶啦。等我嗱嗱临门申请先，快啲啦！但系呢个买一送一优惠咧，我同你都唔可以用。点解啊？因为借俾学生同老师嘅咋，好明显我哋两个都唔系啦。咁我哋去其他戏院睇咯。好啦。除了六大院線之外，我哋仲推介5间戲院俾大家添。喂 ，Phil， 我記得你之前介紹過一間戲院好抵嘅喎。之前啊 ，VIP 戲啊都係60蚊咋，而家仲平。嗯。11點半前全部場次都係30蚊咋。30蚊食間飯食唔到喎。係啊。咁我哋快去睇戲啦。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11點半或者之前嘅場次咧，一律30蚊，連 VIP 院都係劃一收費噶。至于早上11點半后嘅场次咧，普通影院票价都只系45蚊咋，估唔到 VIP 影院都有优惠。早上11點半后嘅场次咧，只需50蚊，平过之前差唔多30蚊啊！而位于筲箕湾嘅 L Cinema 咧，1點后票价一律40蚊，抵喎，近我哋公司啊！快啲摊翻去睇戏啦！耶！之前我哋采访嘅九龙城影艺戏院全日都系50蚊咋，终于有间近我屋企啦，快啲去啦！而九龙湾嘅星影会咧，全日票价一律45蚊。我去过坐过啲位啊，好舒服噶，我带你去啊！你请我就系、是。好啦好啦好啦。Cinema City 院线嘅铜锣湾 JP 戏院全日都系做紧38蚊优惠咋，咁我仲唔快啲行？等咩？咪住，睇埋戏院嘅最新措施先啦。疫情期间，为了确保观众的安全，戏院除了全面消毒之外，还有以下措施，大家记住遵守啊。观众入场除了戴上口罩之外，也不可以在戏院里面饮食。碍于疫情关系，大家看戏都要遵守防疫措施的。记住啦，拜拜。